是，与多角城普陀伽罗得无是，与大乘法得无是，与大乘普陀伽罗得无是，常能智言三宝总性，也声闻缘觉菩萨成的，要法要人都没有错乱，都没有误事，是三宝总性，容颜之盛不断。也是如来的出家弟子，要是法器，要非法器，下至披片袈裟、剃须发者，得无误事。以大乘法常得生进，无有退转。立会圣佛，常得增长。一切诸陀罗尼，诸眼诸地，殊得自在，无有退转。常得之欲，诸善之时，随顺而行。常得不离诸佛及诸菩萨的声闻弟子，不离文法，不离亲近供养众生，与诸善根常勤精进，无有怨着，成于菩提种种的心愿，心无怨着，所得的果报广如前说。这文呢，都是重复的啊。十个都入世，十业都入世，说前头讲一两个，不再重复讲了。就是身三口四，七业，身三业，杀盗淫，口四业，妄言两舌，其余摆到最后了，讷口啊。妄言其余讷口两舌就是四业，这个把其余摆到最后，其余很重。这一下呢要讲意业三轮，意业三轮下回再讲吧，时间到了。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，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，享寿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荣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护持台湾救狗协会，邮政划拨户名台湾救狗协会，划拨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，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198-660，012-001-198-660，以认养代替购买，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。佛法利益众生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各位善知识，
大佛顶首楞严经第四卷呢，现在经文讲到就是三种相续，前面讲过两种，世界相续、众生相续，这两种已经讲过。这三种相续啊，就是三界六道凡夫的众生分段生死的现象，分段生死当中，依报就是世界为众生所依的，例如山河大地、宇宙万有，这个大地上的一切一切为人所受用的，众生就是正报。上次讲过众生相续，现在要讲的第三，业果相续。这个众生相续、业果相续啊，同样是属于正报，是众生有三界六道众生的生死轮回的情况啊。既然是同样是正报，为什么分成两种啊？众生相续啊，越他受生一念说，听清楚啊，众生相续是越众生受生的一念，受生的颠倒的那一念来说明众生相续，就是说明众生因为有这个颠倒，有这个妄想，所以轮回生死不得解脱，而就是主要就是由这妄想的这一念啊，由这受生的颠倒的这一念，所以有众生相续的这个问题出现。现在讲的业果相续啊，是约他由这妄想的一念啊，由此继续下去，轮转不停，这是越继续轮转不停的情况来说明这个业果相续。业就是业因，例如人过去生造了人的业，受人的果报，所以叫做业果啊。那么天上的众生造十善业，由此受生为天上的众生，那么这是天人以十善业为因，升天为他的果报啊。而三恶道众生啊，畜生道由爱见慈祥造这个业，由此轮转生死啊，那么就一直在恶道里面呢生死轮转。那么如果是转生人道造善业，又升天度人。那么恶鬼是坚贪不舍地狱主要是忤逆十恶，这为众生轮转生死的根本经缘啊。现在我们按照经文所说啊来做顺着文字的简单解释。看这经文，富罗罗想爱同结，爱不能离，这诸世间父母子孙相生不断，是等在于欲贪为本，贪爱同之，贪不能止，这诸世间卵化食胎随力强弱地相吞噬，是等这以杀贪为本，以人吃羊，羊食为人，以人食为羊，如是乃至十生之内，时时生生夫来相贪，恶业俱生，穷未来及，是等在于道贪为本，你负我命，我烦你债，于是因缘经百千劫，常在生死，你爱我心，我怜你色，
于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搀扶，为三道因三位根本，于是因缘业果相续。这是业果相续的经文。佛对弗罗诺说，弗罗诺，三界六道里面的众生想爱同结，爱不能离，想来受身的时候的颠倒妄想，且拿我们人道众生来说，在座都是人道，都是人，既然都是人，我们越人说这个想就是来投胎的时候的妄想啊，妄想中看到父母交合的荧光啊，深爱，那个妄想的爱念一动，这一颠倒受身了啊。那么父母跟自己的业缘这三种同样的烦恼结缚啊，同结就是彼此有做父母子女之缘，同样具备这个业因，成熟了现在来受报。那么同样是这种的结缚结烦恼，由这个爱念的烦恼升起的造业，由此业因成熟，三个方面的业因相同，所以来啊，这个得到这个受身的因缘。那么这个爱离不开的，从一念颠倒，在父母这个环境之下，在母胎里受身，生了之后做父母的爱子女，做子女的爱父母，彼此的爱没有办法断绝，一直继续下去啊。所以说母子同心，父母子女他们都有同业的相感啊，心有灵犀一点通啊，彼此这一念是一直继续延长下去的，由此这个爱念不断，不能相离啊。假如这个父母子女的这个爱心没有办法断绝的话，那么由此啊就会继续的受身轮转啊。因此啊，这诸世间父母子孙相生不断，由这个一个爱念啊，父母生子女，子女长大了又为父母又生子女啊，那么这样子就是一代一代的继续流传啊，传承下去。所以父母生子，子生孙啊，孙长大了又做父母又生子，子又生孙，就是这样子，父母子孙相生不断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老祖宗啊，都有祖先啊，啊，那么都有祖先往上推啊，我的父母由我的祖父母那边来，我的祖父母由我的曾祖父母那边来，那么就是这样一直往上推，往前算，过去的都生，这些一代一代的连贯下来啊，不得了的啊。例如我的叔家啊，我有族谱，我很清楚的知道在大陆原来的广东的客家啊，由第十四代的祖先第十四代族到台湾来，那么到我的祖父是第十九世，我的父亲是第二十世，那我是第二十一世，从第十四世来到我已经是过了好多世了，我已经是第二十一了啊。那么这样子祖先一代一代继续传下去，
假如我不出家的话，又有何备？我有兄弟，我有哥哥，那么我哥哥的子女他继续流传下去，一代一代一直传下去，啊，这样子就是相生不断的说明了，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情况，啊，从祖先算下来到现在相生不断，那么如果你现在继续又流传下去，一代一代，啊，那么一直流传下去，这样子又是相生不断，后边一代一代继续传下去，相生不断。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呀？是等这一欲贪为本，是指上面相爱同想爱同结，爱不能离，这诸世间父母子孙相生不断的这些，等于其他一些六道里面的众生同样。都是因为这个欲念，啊，欲念的贪着，啊，为他的总根本，是的，在于欲贪为本，就是男女之欲。三界内，我们这些欲界六道众生，在欲界里面的众生有男女相，那么这个男女相彼此之间，啊，互相贪爱。两性互相贪爱，因为互相贪爱之故，以此为本，由此啊，生生不断，一直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。假如你想要超出三界，要断这个欲贪，这个欲贪不断，出不了三界。后边经文有很多地方说明这个道理，众生生死根本就是由这个欲贪的这一念啊断不了，所以就会轮回生死。修行也是一样啊，你学佛修行如果这一念断不了，最后照样要去受生。我们看过去的历史啊，有些出家修行一生，由他的世族供养他，由在家的护法禅院世族供养他，如果是一辈子接受他的供养，哎，到了最后啊，很可能就跑到他家去做他的儿子，我看过有好几位，这个出家人，都是有了这种情况，他接受他的在家世族供养，受他的供养很多，彼此因为接受他的供养。经常在他的家门里面进进出出，哎，这个老和尚到了年老了，啊，这个世族就会偶然的问他说，哎，师父啊，你能不能将来就到我家里来啊？这个师父那个老和尚如果一笑，一点头，就表示同意了。往往就由这一笑或者是一点头，哎，不久之间。这个老和尚去世了，而他家里刚好就生了一个小孩子，婴儿就生了。那么这是谁呀？那个老和尚转身的。为什么转身到那边去啊？接受他的供养，啊，过于亲密，彼此就还没有投到他家里之前，他的心已经在他家里。你怎样嘛？你接受他的供养，已经你的心就是在他的家里。啊，接受一位世族供养，往往发生这种情况，男的女的同样的都会有这种情况。你喜欢他的家吗？经常在他的家里进进出出吗？那么这个家等于你的家，已经成为习惯。好，最后啊，到了这一生的业报完毕之后，转到他那边去，因为他一生修行。学佛修行，啊，那么他修行的功德，转生人道，可能是没有什么问题。他没有犯大过错的话，转生人道没有问题。因此，自古以世族的缘很深，结果就到了世族家里受生，做世族的子孙。这种情况，我在书本上看过很多这类历史啊。
我随便可以举出三五位啊，但是现在不便在这里说。但这是众生接受轮回生死的这个情况啊，所以啊，我怕这一点，我不愿意接受一个世俗供养。哎，哪一个人愿意就发心供养我？我说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我不打算到你家里去。我老是接受你的供养，跟你家很密切。好了，最后我又到你家里去，我生不了西方哎。你能不能了生死，自己回光返照，照你自己这一念。凡是看到人，你会不会动起男女的念头？观察自己，会不会动起这是男的，这是女的？人一见面，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东西。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东西，啊，看看是男是女，那么这个念头不断，生死不会断，生死不会断。极乐世界没有杂波杂波，啊，没有这一套，这是欲界才有。十界天上界没有，何况是清净福国？所以这一念不断，你想要超出三界，好难哦！别说是超出三界，欲界你就出不了，欲界就出不了。所以这个欲贪。很可怕的，就是生死根本。那么因为啊，这个生死根本有在生的时候啊，在饮食方面需要各种的营养，因此啊就发生伤身害命的事情来。所以接下去就说，看这经文，贪爱同知，贪不能止，这诸世间卵化湿胎随力强弱地相吞噬，是等这以杀贪为本。从古以来吃肉的习惯了，他们变成天经地义啊，甚至世间有颠倒的不正确的说法，说那些畜生道的众生啊，生来就是要给人做菜的，生来就是要给人吃的，这个不正确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如果猪牛鸡鸭这些动物，鸡鸭等等，然后它生来就要给人吃，你知道老虎吃什么东西？福报吃什么东西？福报吃人呐。难道人是天生给福报吃的吗？啊，假如你没有办法对付福报的话，那就是你人生也会给福报吃。那么因此贪爱缘故，在世间轮转不息，众人啊，他需要什么？需要滋养啊，贪爱同滋。它需要滋养，现代人讲营养啊，什么东西有营养？吃什么？尤其到冬天呢，他们吃羊肉，吃什么肉啊？让他们来滋养。这个贪没有止，贪不能止啊！为了要保持这个身体的生命啊，所以呀，他要力求各种的这个营养滋养，那么由此这个贪心就没有止境。继续的一直贪下去，那么因此这个世间的卵生、胎生、死生、化生、四生之类啊，彼此弱肉就给强的吃，地相吞吃，你吃我，我吃你，螳螂捕蝉，他不知道黄雀在后，蝉是最小的小动物，会飞的。站在树上嚷嚷嚷的在叫，可是这个螳螂它是吃蝉的，听到蝉在叫，它就偷偷的从后边来要吃它，要抓它来吃。可是它没有想到那个黄雀小鸟，黄雀是吃螳螂的，螳螂吃蝉，黄雀吃螳螂，大的吃小的，强的吃肉的。我记得我17岁在石头山，那个时候配几米，
经常要到乡公所，那个时候的乡公所啊，那么到乡公所去看呢、啊，他有一个匾，横的匾写着四个字：“强者居之。”强者居之，看谁强就站在这个地方就给他住啊。那么讲强那不得了，既然是强者居之啊，那就看谁强就抢过来，就成为他的，就是他吃的东西。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把成做成匾挂在这个地方很不妥当啊。那么众生就是这样子强弱彼此互相吞吃，强的吃弱的，人吃鸡吃鸭还不是因为人强，人有力量啊，这个鸡鸭它你要吃它抓到就杀啊，杀了就吃它的肉啊。那么因此强弱动物彼此互相吞吃啊，动物与动物之间畜生道也是彼此互相吞吃啊。举说蛇跟老鼠啊也是彼此互相吞噬的啊。说是夏天呢、啊、蛇会吃老鼠，喵鸡啊啊，蛇会吃老鼠。到了冬天呢、啊、翻过来老鼠吃蛇，老鼠吃蛇。我这个句子啊，我是在书本上看到圆云法师的注解里面，在讲义里面也有，哎，我看不到，也没有这个机会看蛇怎么吃老鼠，我没看过。不过蛇吃老鼠，如果大蛇很有可能啊，很有可能啊。那么到了冬天老鼠吃蛇，为什么？因为冬天蛇要冬眠，蛇冬眠，所以呀、啊，他一不小心啊碰到老鼠，老鼠就吃他了。他在冬眠的时候就被他咬到了，他还不知道，结果就被他吃下去。所以众生就这样子啊，强的吃弱的，无论是卵生的、胎生的、死生的、化生的，四生相吃都是如此。经文里面的这诸世间卵化死胎，它只是在句子上啊，调和平仄，念起来好念。如果这诸世间胎卵石化，好像念起来比较不那么调和，把它写成卵化石胎，念起来比较调顺。啊、嗯，它只是要这个文句念得调顺了、啊，这样写，并不是说卵生其次就是化生，化生其次就是湿生，湿生其次才是胎生，不是这样。不是安呢，啊，还是一样的胎卵石化，越他的受生因缘四三二一啊，还是这样排。不过因为他的句子要变化一下，不能老是死板的，就是那么几个字啊，那种的写法，所以他的变化，文句的变化稍微变化一下啊，那么次序还是一样的胎卵石化。他们随力强弱。力大的强，吃力小的弱，地相吞吃，你吃我，我吃你，彼此相吃，没有断的。人吃这个猪、牛、鸡、鸭这类动物，它好像已经变成是认为应当的啊，国家也不会定法律说这个有罪，也没有这个事情。可是这些动物它愿意给人吃吗？它愿意说，哎，我生来就是给你做菜，我乖乖的给你做菜啊，有可能吗？没有这个可能。
鲁先进的时代，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，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。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，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，而我即将成为饲料，被一只巨蟒把玩。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。透过大师傅的接引，我来到了天堂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，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，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，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。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健康舒适餐盒结缘，日期3月24日星期日，农历2月15日，时间上午11点开始发放，地点高雄市三民区三民公园内活动中心前，安东安和达明里联合活动中心前广场，洽询电话07-221-2323，广邀大众响应如素一日活动，当日有免费理发意见。所以经文就下去说，以人之阳，啊，阳死为人，人死为阳。这先说明啊，人吃这些四脚的兽类的动物，啊，因为人做人的时候吃羊肉，那个第一个一字啊，当作阴字讲，啊。因为人做人的时候吃羊的肉，既然你吃羊的肉，羊它不会说我甘愿给你吃，无论哪一位动物被杀的时候都是动嗔恨心的，恨意非常大的，都是把你当作冤家，你为什么要杀我啊？无论哪一个动物都是一样的，这里且拿羊来说。人因为吃了羊的肉，好啊，你吃他半两，要还他半斤，半两多还是半斤多？差不多吧，彼此彼此，半两就是半斤，半斤就是半两。你吃他半两肉，你要还他半斤肉，啊，那么人吃羊，将来啊，羊死转身做人。羊死为人，羊死了转身，如果他羊的业尽了，人的业成熟了，转身做人，啊，那么人呢？因为吃了羊，人死了，转身做羊，人死为羊，啊，那么羊死了转身做人，人死了转身做羊，这样子彼此互相吞吃，你吃我，我吃你。你有力量的时候你吃它，好，等到业报满了，它转来转身过来又吃你。我举个例子说啊，吃众生肉必定要还。这个清朝初乾隆年间的纪晓岚先生的他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里面有很多这类故事，我只拿一个来说。这个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里面记载呀，有一个做大官知府，知府大官的夫人呐，
有一天他在船上，因为他坐船出外，在船上停留在岸边的时候，岸边还有许多其他的船啊，这个官夫人呢在船上靠住外边的栏杆在哪里哭。那么有人看到他哭啊，这是说纪晓岚他自己的亲戚看到这个事情，那么就是过去探问看看他哭的原因是什么。哦，一打探呢，知道这个官夫人呢，她在船上午睡的时候梦见她的女儿，她的女儿刚死没有多久，大概一两年，说她的女儿啊被人用缝丝线缝绳子把这个两个手绑起来，脚又用绳子绑起来，来杀他，从喉咙把他一刀杀下去，哭得非常凄惨，这个被杀的凄惨之声，他被他惊醒了，醒过来的时候啊，还那个被杀的那个凄惨的声音还在耳朵里，清清楚楚，他觉得很害怕，醒来赶快叫他的佣人呢、使女去查看附近有没有这个事情。哎，正好隔壁的一个船上啊，正好有个屠夫啊正在屠这个小猪子，你知道很多人吃那个卤猪吗？小猪啊，刚生下来没有多久的那种小猪啊，这个小猪子啊正好抓着这个小猪在杀，刀刚割下去，用碗盛着这个流出来的血，还在哪里滴血啊，还没完全死呢，还在哪里滴血，就看到这种情况。那么看到的情况啊，前面两个脚是用缝丝带绑住，后边两个脚用绳子绑住，跟他的梦境完全相同，完全相同啊，他心里非常难过啊，以为真的他的女儿就转身做小猪啊，被人在宰杀啊，因此他因为这跟这个梦境太相近了，他赶快用钱呢、加一倍的价钱向隔壁的那个船的杀这个猪的人，虽然被杀死了，免得被煮啊，被这个被吃的这个痛苦，所以他用钱多一倍的钱把这个小猪买回来呀、带回去埋葬。那么看看这个他的女儿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啊，你要知道他的女儿啊小的时候从他死的之前都是最喜欢吃肉，而他这个女儿啊据说是16岁死掉，从这个女儿会吃饭会吃东西开始，吃到这个鸡肉觉得最好吃，因此啊他这个女儿从4、5岁开始每饭必鸡，吃饭必定要有鸡肉，长大了11、12岁了啊，如果饭桌上吃饭如果没有鸡肉的话，他就不动筷子，他就不吃，没有鸡肉他就不吃啊。那么因此啊平均起来他一年最少要宰杀700到800个鸡给这个女儿吃，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女儿啊一年吃掉700到800个这个鸡啊。那么你想十几年来吃了多少啊啊，那么由此看起来，这个他的女儿死掉，转身到一个小猪给人宰杀吃，有可能的，而且他的梦境完全相同，而听到他这个叫的凄惨的声音，也是跟他的女儿的声音完全相同，因此由这个看起来，他就说明说。以佛法所说的这个因果业报啊丝毫不差啊，所以经文里面所说的人吃羊啊，羊死了转生为人，人死了转生为羊，彼此相吃是很有可能的事情。那么刚才说的那个故事虽然不是人羊关系，可是人鸡人猪啊彼此的关系啊，彼此互相吃互相残杀啊，就是这样子啊，
众生就这样轮回不断。因此之故我们应当要知道，众生在三界里面吃众生肉必定要还的，不可能是吃了就算是所以古人有一首诗说，欠君羞杀命，背面复生真，吃他还吃你，循环做主人这个古人有介绍的诗，开头第一句说，我劝你们大家不要杀害众生的生命，不要杀害众生的生命，劝君羞杀命，不要去杀众生的生命。为什么我劝你，你不相信，你反而生气嗔恨心来，背面俯身真，我劝你是好话，可是你不相信，反而说我吃肉与你何关啊，你为什么要敢管我啊，生气动嗔恨心来。你应当要知道，吃他还吃你，你吃他，他将来是吃到自己的，你还要给人家吃，循环做主人呢。今天你吃他，将来他吃你，彼此都是互相吞吃的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这个人可能就看到楞严经这段话。宋朝的黄庭坚很有名的了。黄庭坚有一首诗，他说，我肉众生肉，名熟体不熟，圆同一种性，只是别寻迹，苦恼从他受啊，非甘为我虚，莫教言老断，自传应何如。这是宋朝黄庭坚先生他劝人不要杀害众生，不要吃众生肉的话。我的肉跟众生肉，名熟体不熟啊，熟是文熟的熟啊，就是不同了，名字不同，我是人，他是畜生猪牛鸡鸭体不熟，同样是有身体有血肉的圆同一种性，我们大家都是有佛性的只是别形迹，身体不同而已。他是猪牛鸡鸭，四脚两脚，我们是人，只是形去身形去，就是这个身体只是这个身体不同而已。苦恼从他受，苦恼让那些猪牛鸡鸭去受肥甘为我虚，这个东西好吃，什么肉什么肉好吃可是你吃了，将来到了地府，阎罗王就会断定你的这个业果啊，莫叫阎罗断，阎老断，不要等到阎罗王来断定你的罪过，你现在回想看看，自传应何如啊。你现在想想看，你的肉愿意给人吃吗？我们少少伤到一点点就觉得痛得不得了，那么把众生的生命断掉，你想他有多痛苦现代人更是残忍呐他吃鱼吃活的，而且残忍到什么程度，我听说鱼生命很强，生命力很强，他把这个下段去油炸过，上段还是好的，你吃他的下段的肉，炸好的肉，他的嘴巴还在张还在痛苦。所以像这种他的恨意，他哪有不求反报的。如是乃至十三之内，十十三三，夫来相谈，恶业俱生，穷未来积，是等这一道贪为本。关于这个落入强食的情况啊，因为后边经文还有些地方会说到，那么需要讲的到后文再说。那么接下去经文说，如是，就是像前面一人吃羊，羊食为人，人食为羊的情况，乃至略掉其他各类众生十三之类，十种受生的这个类别
十声，后边第七卷经文啊，说这个十二类声，十二类声除掉两种叫做十声。十二类声是哪十种呢？第一是卵声，第二胎声，第三食声，第四化声，第五有色，第六无色，第七有响，第八无响，第九非有色，第十非无色，第十一非有响，第十二非无响。这是第七卷后文呢，说这个十二类声。现在这里说食声，除掉其中有两种不能相吃的这个情况的，就是无色跟无响。无色后边经文说空散消沉，嗯，这类它没有肉好互相说蚕食，所以除掉无色。无响后边经文说精神化为土木精神，那么这一类众生他也不会相残食，所以除掉无色无想，剩下十种受生的情况，他们都有所知，都会彼此互相残杀互相吃啊，会有这种情况。所以说死死生生呼来相谈，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，生生死死当中他们彼此啊，就是你吃我，我吃你，互相谈吃，谈就是吃，嗯。总之，三界六道内的众生，只要他有灵性、有生命，都会彼此互相谈吃的，嗯。蚂蚁虽小啊，它也会找吃的，嗯。而且，如果有一个其他比较大的动物死掉了，例如一个虫子或者是一个小飞虫死掉在地面上，这个蚂蚁啊它就围住吃这个东西啊，它都是彼此互相吃。而蚂蚁它虽然很小，它也怕死，哎，你不相信你可以试试看，蚂蚁会吃糖，你弄一块糖在地面上，哎，慢慢这个蚂蚁来了，他们所谓叫做蚁呀，蚁虫，中蚁的蚁，他们不会独吃，人不如他呀，他一个蚂蚁找到吃的东西回去报告他所有的同类，一大堆的蚂蚁统统带出来一起大家来共享啊，不会一个蚂蚁独吃。我们人往往不能做到这一点啊，有什么好东西我自己先吃了管你，啊，我吃饱了再说，蚂蚁不会这样啊。所以这个蚂蚁它虽小它会找吃的，如果它正在吃糖的时候你动它，把糖动一下，它们赶快爬出去走。它为什么走？怕死啊，怕被人弄死，所以它会走。如果他不怕死的话，他就一直吃啊，死就死嘛。可是他没有这个观念，他还是怕死，一动他跑了，跑什么？怕死。所以最小的小生命同样都有怕死的情况，而彼此都会互相残食，所以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，死死生生，互来相谈，互相残杀，互相残吃，你吃我，我吃你，无量劫来就是这样吃过来的。为什么这样彼此相吃啊？恶业俱生，彼此都是造这个杀业，因为造了杀业，所以同生到这个世间都是彼此互相残杀，互相受食啊，所以这种的恶业同时俱生起来，与生俱来，不会断。那么穷未来际，穷是尽，尽未来际没有断的，一直这样继续下去。我们是人一样的，我们现在懂得佛法，好好学佛，假如你能够当生断生，断掉烦恼了生死，那当然最好，能生佛国当然最好，否则的话继续流转，
啊，假如这个生的受生的妄想贪念能断的话，那就比较好得多啊，否则的话还是继续这样子啊，轮回上生下去。尽未来际，即是边际，尽未来没有停止，死了又生，生了再死，啊，是的，这一道贪为本，是像上面彼此互相蚕食的情况，等于其他一切彼此蚕食的情况，他以什么为本呢？以道贪为本，色道淫。前面讲善，这里讲道。讲人吃羊，羊吃人，为什么叫做道贪呢？那些动物就是羊、牛、啊、鸡呀，他们愿意给你吃吗？他愿意给我们人吃吗？都不愿意，不愿意你抢他的生命来吃，不只是道，而是强盗。哎，人吃众生肉是强盗，因为他不愿意给你吃嘛。你问过他吗？他答应我，好好好，我的肉给你吃，供养你。他有这个心吗？没有。没有的话，那就是强盗，不是暗道，不是你不知道我偷来，不是这样，而是强盗。他不愿意给你吃，你硬是把他的身体的肉吃下去，所以这个是盗贪，贪吃他的肉啊，升起这种的强盗的心理，以此为本，所以轮回上是没有断啊。Thank you.
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清明孝亲报恩超度法会，3月27日星期三，礼拜慈悲三昧水忏，清明祭祖表孝道，超度祖先归净土，三昧法水洗尘垢，累世冤业皆消除。上午9点开始，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。3月28日星期四，30信念超度法会，30信念归劝净土，弥陀愿海等慈众生。上午9点开始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。3月29日星期五，佛学讲座及瑜伽咽口法会，三密相应加持力，上供诸佛并下施，佛法难闻经已闻，祈愿回向生净土。上午9点半佛学讲座，从咽口看学佛理路，主讲人广护法师。下午2点瑜伽咽口法会，恭请慧泰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。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联络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法会备有贡品礼盒及白米，欢迎提早登记。清明孝亲报恩，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举办八关斋戒祭祖操见普施法会，恭请湛山法师、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主法，日期4月21日星期日，时间上午9点，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法会设有各项功德主项目，欢迎提前来电登记，洽询电话07-221-2323或07-282-0278。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 FB 佛教中山书坊。念佛生净土，